我们在这里等着。好的，我们会尽快赶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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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这里等着。好
我就知道带着你有好处。啊！等清除鼠患之后，那东西肯定大有用处。
准备好开战了吗？ 雇佣兵其实就像商人，如果库存不足，就撑不了多久。你有两个选择：买一个储物格升级，或者不买。但你绝对应该买。 为了方便，我趁你不注意帮你装上了新的储物格升级，不用谢我了。买走这东西就可以赚更多，你绝对不能错过。
一些秘藏之子雕像，你有了解吗？啊，这里到处都是秘藏之子留下的秘藏之子雕像。其实呢，我们应该学学这些自以为神的人，也刻点我们自己的雕像。就按我的样子来做吧，这属于太棒了！我那棱角分明的下巴，修成的美腿，再适合不过了。所以首先你要找到我所有的通缉令，没错，人人都想得到我。 如果要制造雕像，你们首先需要对我的照片进行3D扫描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把我的雕像打印出来了。卡里普索那只蠢货肯定会气疯的。我从海豹龙会计成为强盗组长，就是为了不再听命于人。但我拒绝加入那个白痴邪教之后，泰瑞卡里普索就对我发出了通缉令。但可惜。 我还活得好，而且活蹦乱跳。 需要你，小乖乖！你好啊，秘藏猎人！有个强盗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，他偷走了我的内裤，那可是我最喜爱的海波龙红条内裤啊！该死！你知道现在要搞到这种内裤有多难吗？快快快，去杀了他！
错，进攻吧。杀得漂亮啊，儿子。血的快乐吧，小怪！那就是偷带骨的变态，干掉他！把你撸的不好，保护我！完蛋了！向神力无敌！这就是我参加的原因。这样菊花白白了，柔软舒适，我来了。我们这次神来救人，好帮助。没孩子，为了特洛伊叛国。
见到你真好，儿子。这块水晶藏了什么？
给我找来一些战利品。我承认，在您疯狂诉诸暴力时，我对自己的角色产生了疑惑。也许这样的罪过本身就是封神的意志。您让我陷入了沉思，密藏猎人。当然，我也能够大醉一场了。干杯！这绝对是最快乐的时刻。啊，您把我需要的鼹鼠狼肝全带来了，中，太中了，另送您一份大礼吧。是这样。这些腌制鼠狼肝其实是我们盛酒的秘密配方，我们为此专门养了一群鼠狼，但没想到他们居然冲破围栏，在酿酒厂里兴风作浪。我只为死神和他的荣耀狩猎而活。
着晃动的小屁屁。见到你真好，儿子。